好，大家继续随机火红啊！上次讲到嚟到呢个冠军之路啦，见到只闪光嘅云雀，咁依家我哋就要通过呢个冠军之路啦，打天王啦，准备去。好啦，已经系最后一步啦，搞掂。但系23号公路，咁呢一个就系石英联盟最后一站。咁今集应该就系最后一集啦，如无意外。首先我将只青面鸟啊，将佢放咗學習装置先啦，因为想俾佢升下呢，同埋睇下进化之后系咩特性啦。佢而家特性就比较差嘅，我觉得。好啦，咁我哋即刻试下啦，买完药就试下买一买药先噶。呢个啦，30支应该差唔多啦，重新30支够啦，应该好嚟啦 ，save 先。喂，而家冇咗门口条友嘅，哦，原来已经开咗门俾我啦。第一个。Fora 系咪 Fora 叫做咁啊？冰系道馆啦，理论上应该四天王个 level 咧就好高咧嘅，但系技能可能系垃圾啦。我哋都希望佢系垃圾技能啦。呢度当然就系啦 ，Fora。哇！我呢只好在黑到佢啫，萤火哇已经唔系好痛，好在佢唔劲一啲技，噪音唉点啊？搞掂！哇水系顶，水系有啲难，我觉得呢只。绑紧，哇！龙之路 ，good， 几好，唔错。电磁波，你唔系话玩啲咁嘅嘢？哇！手刀，咁恶嘅用手刀嘅，唉死啦！啊，别手啊，冰勾，经历，黐线手刀都有嘅。电磁波，龙之路，哇！顶暴风雪，系嘛？头先嗰招。哇唔够打喎，真系呢只好劲喎！黐线，81咧点打？劲到癫啊！81咧，哇唔得，好劲喎呢只！睇下一嚟要屈请假王嘅影分身，同埋 level 太低咧，相差太远。影分身。影分身，哇！5下咯，影分身已经搞掂。哇！万力，点解有啲咁嘅技噶？唉，好难搞，咁样搞法。交换绝招，照旧啦。狩猎凤蝶摆喺头，点击波打佢咯，又。1400劲，卡比啊，飞欧，跟住梗系用劲力啦，黐线手刀自爆，靓波啊呢度，一定回血嘅条友，佢如果回血嘅话，我就用假哭咯一系，哇顶唔回血，哇冻风。哇，好屈机啫！刺龙王，黐线电灯怪，哇唔够打喎，咁劲，低能第一关已经咁劲嘅，哇冇得打喎，真系必杀门啊！影子球，地狱滚动，你唔系啊嘛？撑住了。玩佢，应该死啦下玩。搞掂，河马，唉，又系繁重，鬼念啊，冇问题啊，有加速，黑顶系咁过，哇，黐线，饮奶 ，oh shit， 哇，呢只嘢有咩技？就系咁喺度咩嘅？鬼念，哇，好屈机喎，佢咁样系咁屈死我，送翻一只先。黐线都唔知点打，有劈开啊？点解你唔用劈开打契布诶贝贝龙啊？呢度黐线真系，哇！打到听朝饮奶，饮到听朝，哇！系爆击，哦死咗。有啲难搞喎，真系点样打咧？呢度第一关已经系用佢最多抗性嘅水。又唔算最多嘅，但我冇草技或者雷嘅就玩完咯，系啦。总之关出边个识，
不难学。冇咯，电击波呢啲废技。超级吸收。咦，有冇边个学到剑未啊？请阿王学到剑未喎 ？OK 咁样。咁唔要影分身啦。跟住仲有招嘅就系阳光烈焰啦，哇，好多个学到阳光烈焰，但好白痴喎阳光烈焰呢度用，好似哈比兽学得，灰灰龙学得，灰龙学到冥想啊？边个学到冥想啊？冇人学到冥想，咁不如落劇毒啦，灰灰龙系啦，落劇毒好过，搞掂就咁话啦。咁你先用啊，请教王就屈健美啊，屈爆你用健美，健美，健美，哇顶咁推咁多下嘅你可以，诶点啊点啊点啊，靠药打赢啦唯有呢度，食药，一定要食啦呢度，唔食唔得啦，慢，我惊佢爆击我玩完啦，一字斩，一字再斩。电灯怪 ，OK， 回血，疯狂回血啊！片来啦，片来，搞掂啊！黐龙王，黐龙王，梗系唔使谂啦，回个血睇下先。龙之怒都可以屈佢嘅，慢慢。首刀外河马，一字斩，唔中，哇，搞错唔中系咁。片式啊，搞掂啦！哇，系咁打破佢个咩？佢个盾萤火，啊，读个转，唔紧要啊！喂，唔系话连中咁恶嘅？吓，啊，必杀技啊！我招香油，哇，又破坏死光又成嘅佢，黐线，一隻翻艇。点打啊？哇，一隻翻艇真系黐线噶！哇，点打啊？黐线！我啲咁样，佢一下翻晒艇啊！佢用个招咁嘅必杀技，低能！唔理佢啦，推晒剑尾先呢度，推到下六四倍。一死啲飞鱼，食个药先。低能就系头先，应该一嚟即刻自爆，但系都冇用啊！嚟自爆，必杀门啊！刺龙王，一死啊！刺龙王，哇顶啊！白痴啊！外河马用手里碰碟。好渣电击波，又喺度饮奶，唉算了，饮得奶就已经死咗啦，基本上系咪有阳光烈焰啊？唔要麻痹啦吓，四招四招咩咯？系咯，试下咁样得唔得咯？健美，健美，健美。超级健美流，打啲电话一定系强化流，强化可以轻松打赢啦，系咯。不过呢度就因为血量关系，所以就唔系几轻松下咯，唔算好轻松啦。呀，死啊！电灯怪，刺龙话嘅回血啦，冻风，喂，唔好用冻风，哇，好屈机，系咁用冻风呢啲技。最后一只要即刻自爆，唔好谂。硬啊！唔使支回，唔使支打到我啊！你哇，几经辛苦，终于到下一个啦！黐线嘅真系。嚟啦，格斗系道馆啦。好，希巴，火系，锁定，锁定，生长，哇，睇嚟全部都系状态技。一试啊，火衣呢只有啲难搞，哇剑舞喎，喷火，自爆，咁我可以用水打啦，冲浪，
正，一夜冲死佢咁滞。火暴兽照冲啦，继续冲，毒针再冲，再冲，一招制敌，必定后出，但绝对命中，唔使要啦呢条。火暴兽又两只火暴兽，哇冇啊，争啲毒鬼死我，搞掂啦。虽然二个上一只啦，但系都难打嘅呢度。好在佢冇咩啫，好在佢火衣背冇技能打嘅。到呢个啦，谷子呢个嘅呢个咩系啲鬼定我？毒系吐司花瓣舞冲转，会唔会死我？应该未死啊，系得太古盔甲回血啦，电光石火。一字斩，顶啊！十二封秒啊！呢只发动光线啦、啊，哇唔得，好痛啊！黐线，得希啦，一电光石火打到我咁，剧毒，自我再生，哇喺挡我路喎 ，OK 啊挡啊，哇痛到啊，招连环腿。冇死啊！哇，未死未死未死，点啊？一路又火又剧毒，哇！冇啊冇啊，我一滴血啦，好惊啊！啱头先一滴血差啲死，死冧铺啊！真系死咗啦！哇，好屈机呢只，黐线打鬼啊！呢只又点打啊？俾。十二奉掉啊！八万吨国极电击波，电击波，然后八万吨国极黐孖筋，爆炸燃烧呢度你唔回血真系唔升咧都好难打喎，真系。请教我啲咩技啊？一字斩可明显要换走佢啦。咁我哋有一毛毛雨之后，我哋就可以屈天气啦，呢度屈天气去打。唔要卡比啦，啊睇埋宝贝龙系咩特性先，但系都冇佢有两个状态，唔系佢有两个阶段，不会连续发动技能懒惰，犀利呢技，毛毛雨啊，系啦，跟住我哋就学啲军天雷去，军天雷俾啲，哇启宝龙，啊宝贝龙啊又，绑紧，话喂某程度上有用嘅，我觉得。即系打啲咁高咧嘅，请教皇点用啊？君天雷咁即系得贝贝龙用嘅啫。咁我哋唔要绑紧咯，唯有或者唔要剧毒咯。唔系，剧毒好似又有用喎，绑紧又有用，自我再生又要嘅。谂唔到要放啲咩走添，舒服咗先。唔要招万毒先啦，试一试唔要招万毒嗰个影响，睇下点样。睇下大唔大个影响。首先照旧请教皇先啦。见未？见未？见未？开五下算啦，系咯。五下应该都够杀噶啦。回血。三十喺边？呢个咁样廿四支啊！哦，电灯怪两下推死啦，劲力嘅话。刺龙王都两下推死啦，应该。哇！雨神杀神，犀利！廿四啦，白海狮又读个转，一击必杀。咁样的话，我出只杀力控掉啊！哇，又想屈读个转，廿四。哇，冇咁啦，俾条山路行下得唔得啊？黐线破坏死哥，你话唔死出嘅，昆天来。哇！破坏死光打落去我度，咁恶嘅，好，除咗水啊雨之外，其他都要回晒啦。贝贝龙啊，唔使啦 ，OK， 照旧火系火衣，照佢开五下剑你啦。佢有锁定，其实都有用嘅咧。不过睇下佢有冇必杀技，有必杀技系几好嘅。熔岩魔王，吊装，哇顶啊！
使咁啊！冇杯杯龙，自我再生，联防呢下靓联防啊！冲咯，我要屈死佢哋。有冲有呢个落雨嘅成落雨嘅情况下咧，基本上一下都打大半嘅啦。系啦，几劲！呢雨天真系黐线。哦，又系呢个紫渊镇嘅声。嚟啦，见未？桃丝花瓣舞，哇，好痛啊！呢只嘢自爆，唔使你用咩根深蒂固啦，你唔使我屈呢啲嘢。阿里多斯杯杯杯，冲浪花瓣舞大镬林布，我都 OK 嘅，打雷，再冲浪。呢只好明显用打雷啦，交换绝招，佢俾咗啲咩话？我问都搏击，顶佢攞咗我个加速喎，食屎啊！喂，85又系咁中嘅，点解？死癫佬啊！哇，真系攞弱嚟同佢打，佢而家加速特性，攞咗招特性，喂！有冇咁劲啊？打中咗咁多下，傻咗啊你！巴塔碟，而家落紧雨，一定要走一走先而家。金龙光先啊！电磁炮，唔使咁恶啊！摇火舞，真系黐线！哇，呢只都有回血技，唔系嘛？蓝朵。搞掉，杀只巨钳螳螂用火技，但系冇火啦，所以用水打。针与暗器，好在杀靓波，哇！终于打完啦，到阿杜啦，争两个啊，已经用咗劲多药啦，黐线真系。满点，上呢只度啊，同埋啊贝贝龙度咯 ，OK。希望唔好用咁多药啦呢关。念力土啊，好地属地定超能力啊，地啊正啊，流星拳、电击波，冇 PP， 冲住咧，顶啊！先落咗雨先呢度，电击波，表面涂层，哎呀冇晒技，食屎啦咁就。要回喎呢度 PP 担保回冲浪，自我再生，自我再生，冲浪，哇顶表面涂层，死癫佬，咩错啊？疯狂植物喎、哦，哇顶水药鱼，宝石海星，超能力，超能力啊，系回咗 PP 先呢度。PP 小宝回招冲浪，见未？哇，好痛啊！啲 T 啦，试下唔好咁痛。回血，哇，低能呢只真系，见未？炸弹，再回啊！诶、欸，有啲机会，瑜伽姿势喎，点啊？黑雷舞，雾气球，哇！一滴血，喂，一边偷懒，very good， 一边偷懒，咁多重有炸弹嘅佢，全部都炸弹，毛毛鱼，炸弹。冲浪，恶魔之吻，你唔系话玩啲咁嘅嘢嘅？好多醒咗啫，又恶魔之吻，好多即醒啫，真系。哇，又恶魔之吻，
你唔好咁屈得唔得先？疯狂植物，打雷，掂啦，打雷，搞掂。哇，进化添啊！哇，大镬！你进化嗰个水死咯，唔记得揿。好多都系毛毛雨。哇，佢咪一路持续落去噶，唔好改啊！好，呢度一嚟即刻爆炸咯，因为已经冇乜作用啦呢度。哇！暴荣员89咧，你飞行定龙啊？真系掉球，唔理啦，我哋出个狩猎凤蝶先，急冻光先。哇！岩石风，哇！黐线，点打啊？有啲难搞喎、啊，见未啊？自爆，跟住就系睇下佢系咩虫啦呢度。喂，出错，暴荣员。岩石风绑緊，慢慢绑啦，我有黐线，好劲啊！暴荣员点打啊？89，假哭，有啲岩石风又系必中咁滞嘅，点解？黐线点打呢只？